这照片是你吗？是我。是吗？是。那时候我还很瘦。这叫不是你。你说他不是我？不是。我说他也不是我。这根本就他妈不是我。 阿雄欢在不在？有没有上线的啦？叫啥？我操！又怎么了？啊，你不是啊？你问了吗？你不是要点那个？啊，不是，我刚在洗澡啊，怎么了？你刚在洗澡啊？我也要洗啊。滚啊！啊，能一起吗？你好呢。啊，有没有上线？上线啦。OK，好，上线。OK， 启动。杨氏，有没有看一下我这个模组？帅吧？ 这就是我啊，算了，我换个造型好了。我觉得要疯狂切入那一种。你想玩疯狂切入那一种？没错。如果你要玩那一种的话，切入过来应该先拉满。奇怪，为什么没有那个啊？没有长得比较好笑的一点点。算了，我感觉都没有我原本那个好看。扫脸，好，帮我弄一下，我看看可不可以扫脸，我把我脸扫出来好了。我脸随便扫应该也比这个帅。还是我砍掉重练。 应该不用，你还没点能力的话，你可以啊，你可以直接从剑一个，应该不用了，因为你那边好像捏来捏去，感觉你不超那个，以你的实力跟观念，确实已经屌打罗杰好几条街了。啊？嗯，观念球员，干你娘的，你他妈骗人家玩这种小话，你都讲得出来，干你，你真有个不要脸。啊，罗杰，你那是怎么样？来看一下，我这只屌的，我这只就 Stephen Curry 啊 ，Stephen Curry 听起来很危险，我先扫脸啊。 干，怎么这个扫脸要怎么扫啊？可能一个胯下灌篮。干，他这个扫脸是什么小？为什么他一直读不到？一个，梁老师，你们帮我看，他这是有在扫了吗？这个你们看，你们看到画面吗？等他读完是不是？理论上应该是。扫完是按哪一个啊？是按右边那颗还是左边那颗？是要按 RETRY还是这个ANAIN NEU？ 干，有哎，他在扫我的脸了，哎，有了，他在扫我的脸了，有了。 敢来！帅哥来了！啊！哦，我问一下，为什么我扫完脸长出来是这个？这是谁？靠腰，你看起来像智勋啊，老哥。靠北啊！为什么不是说扫完脸为什么长这样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谁？靠腰上面怎么那纹路是什么？猴豆。也不是说不像，但<笑>确实也不是说不像，感觉发型换一下。 干，这扫的没有问题吗？为什么扫出来长这样啊？啊，这个也不是说不像啊。我看刚刚那个凌乱，看。哎呀，阿雄，我知道你很爱我，也很爱你，但我忘了。不可能啊！干，你差太多了吧？哎呦，肤色在换一下，感觉越来越有你的样子。不是你脸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你脸会这样子啊？越来越像了。那你另外一边有另外一个颜色。 它有一边有一个渐层效果，不是为什么我脸会长这样啊？其实没有不像哎。对啊，其实越来越像，肤色改的都越来越像了。干，其实没有不像啊。看你脸，根本人，不是明天熊啊，你也扫一下好了。干，这怎么会？你们搞一下，我用一个东西，等下来。还是再扫一次。这扫一次好像也不是不行。干，这怎么可能扫出来长这样？好不好？没有，你自己会聊天室，其实有点像，其实真的有点像。有像吗？ 干他妈这个角色扫成这样，干我拿出去跟我妈讲，这是我干，他不可能信的了。说不定他还真的信。干这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啊？干这扫出来长这样。好，叫他扫慢一点，扫慢一点 ，OK。 哦，你那个脸旁边那条是耳机线哦。可能是。哦哟。 不要笑，严肃一点。 当做拍证件照，严肃一点，那个其实不好对。有了，好，又扫完一次了，这一次不可能再换，就用这一次了。干，这怎么可能扫出来他妈长这样子了？他妈谁信呢？啊，对哦，现场灯光也有差，因为你这只脚包为什么硬糖有点发黑？嗯，是我吗？我长这样？我只能说有时候不要怀疑，其实有像。干他妈又有像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
这个要这样捏，干脆不玩了。干，你聊天室有人说是扫到后面那个抱枕，鼻子好像哦。干，鼻子好像后面那个抱枕。你说这个好？干，鼻子好像。干，建模有没有有人说可以拿娃娃来扫？干，扫出来是长怎么样？我看过扫最像是那个沙克扫的，但一模一样，我吓一跳。真的假的？啊，你有扫过你自己吗，发仔？有扫过啊，出来跟鬼一样。你就是这么丑，不要不信，我不信啊，我就不信。你啊嘞，他妈谁会信自己长这样？你刚刚那个扫的长得算帅了。干包仔，这个扫脸有问题啊！这个扫脸，我跟你讲，一定坏掉。这不是我问一下，为什么我头哦，我头被人家敲到？看太像。不是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啦、啊？干不是说你这个二 K 怎么捏都捏不出这个样子、啊？他小、啊，为什么扫完是长这样啊？好烫哦！干没有关系啊，我扫我他妈的我拿个娃娃来扫。你啊，这个人还不认命。欸，娃娃好像不能扫欸。干，他这个娃娃好像扫不了欸，为什么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扫这样。我要去浴室再扫。有矮瘸神，这有像哈登被阿泰干拐的那种。干，我他妈，我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扫出来是这样子。其实不得不说，眼睛那个眼尾真的是爆像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扫完最后一次，我到浴室去扫，扫完了，最后一次。不管扫出来用哪一个，我就用最后这一个了。阿姐，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有眼中楼怪人吗？不是，这个到底哪里像我、啊？为什么长这样啊？你转到正面，怎么了？然后你表情不要动，你自己表情也不要动，转到正面。干，这个眼睛其实爆像的。干，这死鱼眼其实爆像的。不是，为什么我这个脸会这样子脏脏的？这什么意思？我老实说了，你现在自己看看右下角，你的脸也没多干净。干你啊！这边一颗，那边一颗的，还好意思？不是啊，为什么我这个啊？不是我问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个鼻子会这样子黑黑的？这什么意思？鼻子黑黑的，可能是灯光问题。啊、那鼻子不知道是怎么样？不是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这个左右脸颊是这样子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啦、啊？不知道那你那是扫到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扫到后面娃娃的颜色差别？唠嗑视讯拉大放，旁边比对一下。你嘴唇多两个门牙。对啊，而且为什么我嘴巴还没有张开，我的牙齿在嘴唇上？这是猴子吗？好屌，牙齿长在嘴唇上，干真的好屌。你是二战广岛受灾户是不是？严厉斥责，听不懂错吗？严厉斥责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阿伦呢？又跑去扫。干扫到读不出来了。哎呦呦，最后一次了，这次再读了，最后一次了。哎呦，视讯现在放这么大，真的很帅。看越久越像高 GTA。是他的侧面头骨好像被撞过一样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头是凹进去的。阿姐，你是中了面目全非脚吗？这他是不是真的以为自己很帅啊？没有啊，只是想说不会差那么多啊。啊！你右下角游戏捏脚画面不放大一点，我是要看三小，有点自觉行不行？有喽，希望我扫完是像这样。先给你们看我扫完的那个需求，希望长这样，啊、好吗？什么？你娘，你是谁啊？把肤色改一下好了。干什么？奇怪，为什么改脸上都脏脏的、啊？有矮老哥越扫台越多人、欸，不是为什么脸上这个哦？这个我觉得这是光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光吧？不然为什么他这个都会这样子？没有扫好。矮老哥，你好歹也去灯下拍照拍成这样黑漆漆的，你不说还以为你是的白化症的黑人。严厉斥责，其实长这样其实还行，但是为什么这个脸都脏脏的、啊？先 P 冲买个补光灯，然后买一桶补涂，把你那张烂脸补一补，这样扫描出来你肯定满意。再凹，不管扫出来用哪一个，我就用最后这一个了，搞定。我觉得这一次扫的算很好了，应该 OK 了，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等一下，等他上传。傻小啦！唠哥长得丑不可悲。
扫好了没？干不是发财，我要重扫一次，怎么长一样啊？干不是、你找一下你今天卷毛的那一张照片，干有点像。不是我，可是我上一个扫比较好，我这边扫一个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好像贴了一个纱布。干这个不是我吧？我没有长这样吧？那个你的脸两边都有那个起司，到底是怎样？干我不知道。其实老实说，你这一次扫肤质有一点接近。我再扫最后一次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你差不多皮肤状况就是这样子。全任命把你的脸就月球表面，你的眼窝就月兔敲的皮肤就跟蒸过头的麻薯一样烂到流汤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最后一次了，这是我扫最后一次了。扫出来这一次，只要脸上不要有这个什么渐层的，就直接用了，不管了。干嘛？这个不知道是怎样，这个他妈是脸上的盖章是不是啊？这边然后脏脏的，然后这边也脏脏的，是怎样啊？靠呀！怎么扫完又长这样啊？算了，就这样。什么情况啊，兄弟？靠呀！怎么还在捏脸啊？你看一下，你觉得像吗？很像啊。像很像，妈的又很像。没有啊，很像的，就是那个啊，有一个什么凌乱的啊。这个，你说这个啊？对啊。这个你三天不洗头就大概怎么样？干娘，这角色怎么那么丑啊？黑眼圈要不来一点？完全就是粉色的。但有，干其实真的有像。干这黑眼圈一太夸张了吧？这个好几天没睡了，没那么夸张啊。这面仔细看一下，他要把你那个痘痘扫进去。干这颗好像他要扫进去，有一颗。靠背今天旁边那一颗直接扫进去，然后眼睛下面那颗也扫进去，干有点东西。干鸟，这角色真的有够丑的，你们在哪里啦？我其实蛮帅的，看久了其实蛮帅的。知道你这算，你这个其实蛮耐看的。嗯，谢谢你们。Good night。